女版库里高中联赛面对观众嘲讽，砍下全场最高42分，嘲讽她的观众、场边观战脸都绿了。之前美国一位美女高中生凯特琳·克拉克因为球风太像库里，因此被称为女版库里。不过和库里在刚进 NBA 被质疑一样，凯特琳·克拉克起初也是不受观众的认可。在高中时期一场比赛，当时作为对方校友的观众就在克拉克上场后疯狂起哄嘲讽，并在她罚球时大呼小叫，喷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。注意他们的表情，现在他们有多猖狂，随后就会有多么难看。面对质疑，最好的做法就是用场上的表现回击。只见克拉克先是用一记运球过人中投稳稳命中，让嘲讽他的观众用球衣捂住了脸。随后克拉克过了中场又是一记超远三分命中，场边的观众已经面露难色。随后手感火热的克拉克开启了超神模式，他用一记又一记精准的投篮摧毁对手心理防线的同时，也打脸了之前嘲讽他的观众。最终这场比赛克拉克一人砍下42分，赢得了数据，也带走了比赛的胜利。